你是说后面的素材吗？什么温涛素材？我回来了，什么东西？例如我这个炎飞的长枪要再往上升，上去巨魔打残了。对。哦。对，我那个是要打力战，我就是打力。哎、欸，不对。你要有炎飞，要先去巨魔之地找到他，找到他之后，才能在普通的那个地图上找到他。哦。嘿，那个巨魔之地比较像是做那个强化用的。强化素材在那边做装备的素材是在普通野外，这样想。就比如说你要克制吸血、彗星，或者是加你的麻痹属性什么的，比较像在巨魔之地找。所以在那边找，然后打那边的龙来获得素材。对，我可以问一下，天道是盾，就是他的弩枪克制是要克什么？我没有玩。哎，我可以看一下。有人知道吗？一顿，等下我看一下，我 Q 我配一个。我当时有先问到，克制弩枪，听到吗？对。哦，我没有放，哈哈，不好意思。因为这个，我想说这个太坏了，会破坏游戏平衡，就没有玩。哦。嗯哼。对啊。爬文看看好了。嗯。啊，有讲话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哦，好，我想说，你接任务了，然后都没讲话。那什么装填辅助零件几个？这样是不是？你是要问这个？就他有五个啊，啊，零件都要插什么？嗯。我突兀问一下哦。我准备好了。嗯，还在高点回不来。嗯，天道的零件要配他杰克再问。你也很急着要那一把是不是？我想玩玩看而已啊。啊，这个就是想越级了。他真的是。当然。哎，好吧，不能阻止你。我看有人说四季一中哎、欸，可是这样没有盾哎、欸，对啊，好嗨哦！四季一中打散弹吗？一样撤啊，撤三，那样就看你啊。我记得要有弹丸重化吧？对啊，要一个重化啊。嗯，因为它是给 KO 的啊。偏移压制吗？什么？我觉得酱油，我们可以先走了。你们先出发吧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，我等下再过去。我们打完两场，他再摸，你信不信？好。原来是摸摸打。摸摸打。杰克摸摸打。你们才摸摸打。你现在把萌萌让给人，你怎么可以让出你这个称号呢？对啊，嗯，我是什么装备？等一下，我穿错装备。吹完了吗？等一下，穿错装备。那先出发了。好啊，可以先到啊。嗯，他在这里。啊，忘记装耐鼠了。嗯，不需要。你会吹吗？我不会啊，我会吃。好好好。好三缺一哦，完了，三缺一，好烦哦！我快关麦吗？我该关麦吗？没差，没差，没差。
那按到了，试一下。大，正常记者出现了。女孩 ，girl， hey girl， 哇，不小心就骑成了。正常记者在拍照喽。我周围好像没有人可以打他哎、欸，我控场他了。我来了。我他倒了。快 ，Shiny！ 哎、欸，酱油来摸一下这个亮亮的东西，好东西哦。这是什么、啊？会加你的耐力，你会看你耐力 变很长。真的？这踩到就有了吗？对、欸，只要踩到就好 了，而且会很快。这好爽哦！然后这个我有放补血在里面，你去摸一下就好了，会慢慢回。它喷水啦！喷水！鸡巴崩！鸡巴崩！呀！哎呦！枪！换水啦！啊，我又骑乘啦！打他！打他！他不会动了，快打他！打这种小小的，你用龙之剑很好啦。我知道你是不小心按到的。算了，我错了，你一直站着，你只是按。你这样会缺耐吗？我耐还很满呢、欸。对啊，吹这个耐力根本其实不会套哎、欸。好喽。这样就有事没事摸一下这个就好了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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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直接回满呢、欸？对啊，还喝水？你在喝水？喝屁喝！活该倒了哦，活该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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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原来是在是直播，一直是直播啊！已经直播这么久了，现在才知道是直播。嗯，这不是我的。安安啦，干嘛的安安？这个也不错啦。你这样子我要关麦了。睡觉啦！啊，睡啦！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不行了，大爷可以打我吗？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。你还没射到我，你怎么了，大爷？你是不是想？
酱油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对啊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哎呀，混醉。尾巴，尾巴，尾巴，给我尾巴，给我，又倒了，好扯哦，这倒的几率也太高了吧？很高啊，所以才不想玩那一把。好，出，哎呦！尾巴，交出你的尾巴！交出来！导游不会动啊！导游你怎么了？睡着了。导游睡着了。导游，你怎么了？你有事要讲哎？没事啊。还有什么动？有啊，我动啊。看你没动哎、欸，哦有啊有啊，有啊，我一直都在动啊，我还被喷到两次，这个吗？摄影师来喽，啊，小一个，他被拍下来了，我也被拍到了，我上镜头啦。哎，错错错！哎呦，自己来蹭啊！磨个刀，哎、欸，我才磨刀磨到一半，不要吹风。他不是在喷水吗？另外有浮空龙哦。啊。哎呦。呀，尾巴给我，交出你的尾巴！湿了，湿了，湿了！我叫你去摸里面，你一直不进去，杰克！算了，算了，算了。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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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又七成了，他倒了，好快就倒了，哎呦，转头，要飞出去了，这把还可以打什么弹啊？还要整打侧山比较多。好好问题。嗯，哎呦，打一打子弹就没了。他的尾巴断了。
就可以打麻跟棉吧？还是说伤害的蛋？对啊，因为那时候跟他们打伤害蛋，伤害蛋，凑起来就够了吧？你还想打什么？因为想说我打完了，回去补啊，所以就马上回家一补。对啊。他嘴巴岔开，嗯，想一起打没办法，我们队伍满了、啊。分岔了，转过去。去撞树啊！没撞到，没弄掉。哎呦，都不要尾巴哎、欸！对耶，尾巴、欸。两个同时跑回来了耶！对耶，尾巴哎、欸。Go go！乌巴，你们怎么可以骑那个啊？你首先你要有你的小猫要跟这边的猫咪当好朋友啊，这个是魔物世界主线的自由任务里面的。哦，哎，没有当朋友的话就不能骑那个地图的宠物。嗯。哎呦！倒了，倒了。倒了，破坏部位了。他都快死了。又倒了，他连倒两次了。死死没差吧？你哦，难得你会放陷阱哎、欸。那我本来就会放啊。不是，每次都是说哎、欸，他是快死了，然后都是被你杀了。没有，很多次哦。后来冰原我都会放陷阱的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你现在是麻痹地洞都要带哦，我都带啊，两个都带啊。对啊，因为你之后雷有些魔物会破坏麻痹陷阱，有些会破坏地洞陷阱。哇，这么麻烦、嗯。对，像雷狼龙的话，就是它在狂怒状态麻痹陷阱没有办法。像黑狼鸟的话，是会破坏地洞陷阱。一手。四个什么投石体术珠啊？对呢，我要插一个全部投石的珠子，一个装。干嘛？你要丢爆、哦？对啊，像蒙牛龙嘛，它不是滚很大很大的球，然后就丢它一个那个粘着石，丢一个而已、嗯，那个石头整个爆开。哇！找到克制它的方法了。直接把它丢爆就对了。对啊。嗯。啊，交易所满啊。好了。水妖鸟，水妖鸟怕什么？看一下。嗯？冰吧。我看。怎么？你要再打水妖鸟？没有啦，有人在问。哦，猎人笔记，大水妖鸟怕冰。嗯，它不是怕火，它是怕冰。这次蛮多魔物也是怕冰哎、欸。嗯，冰跟龙。那之前不是怕雷吗？通常都是比较难打的。
看一下隔壁的回应。Nice 说侧山基本上配一个弹丸中华，其余随意，看你咯。哦，其他随便配啊、哦，好、嗯，一个中华就好了。等导游接下个任务。我接了、啊。可是我要先去过去。对，你要先去看。酱油，你乖。你怎么了、嗯？你听起来好难过。没有，我喉咙痛。哦，喉咙痛，难怪不想讲话。为什么会感冒？提你不知道啊。提被子。哦，是那个诊所，好扯哦，一堆人哎。过年呢、啊，嗯，过年能有开的诊所真的是很少，少之又少。天啊，大排长龙。嗯，排很久。我差点讲生意兴隆，不好，不好，蛮久的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这个，不要乱配，不要乱配。对。现在不是个有感季节吗？对啊，是啊。带是浮棉吗？啊，浮棉的话要带耐棉，不行。不用啦，不然会。不用啦，会从头睡到尾呢。不用啦，真的、哦。睡了啦，一起睡。好了，那我就睡了啦。嗯，不要浪费空格去插没用的珠子啊。那我就多睡一点啦。嗯，我帮你们吃，我在你面前喝魔爪。魔爪、啊，我可以发中单讯号了啊！那你不用发，不用发，我们可以进去了。我们直接进去就好了。嗯，那个叫什么能活力饮料吗？在哪里啊？哦，元气饮料这个哦。好，我在里面帮你们喝。第一次喝活力饮料就是为了你们，我自己都没有喝过。第一次尝鲜，对，就是说哦，睡了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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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参加任务，完了，然后大嘴把大家敲醒，听起来有点痛。那、你还在配那个的吧？我吧，你们可以先走。嗯，我已经进场了，我已经进来了。我拿活那个活力元气饮料罐子砸你们！醒啦！不是喝下去是砸，然后发动了满足感，再砸一次！满足感是这样发动的，对，好满足啊！我的天啊！我要来敲你们啦、啊！哎、欸，对耶，是在那里吼。嗯，11号营地，然后大家告诉大家，不要让他去打到上面的鸣鸟，打到上面的翼龙，就很吵不是吗？不然角龙会冲出来。原来是角龙的召唤器啊！对啊，那时候打到一半，哎、欸，怎么跑掉啦？他飞走啦！他飞走啦！爬到一半呢、欸，他飞去哪啦？六号营地，森林。他在我面前。往森林的方向吗？我静静看着你装逼。对啊。我来啦！冲啊！采集系武器。我到了。
我还有一段距离。我看到仙人掌在跑，他不见了。加油，帮你吃。好，继续，继续滑，滑起来。欸，他跑好远哦！刚刚不在沙漠，现在飞这么远。酱油弓箭的飞翔转你会用吗？不会。嗯，这个你要稍微学一下，很好用。他没有跳出骑士，哎，不是会跳吗？没有跳啊，这个跟骑乘不一样。飞翔转是你要主动去勾他。要按两次呢？我就说我的是侧键啊，按你的我不知道。你要收起弓，可能就是按右键，再加不知道哪颗键。又去哪里了？这里。他要去哪？因为我真的这一次的攻击我真的没研究，放弃了，键盘太多了。好了，都在咯，我帮你大家放 buff 咯。好，知道了。哎呦，我上去了。好，对，你就是照上面的看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子。这就是软化，或是你可以按另外一颗键，另外一颗键的话是可以让它撞墙。撞墙的话，就是你要有那个投掷物。对，你要有地上的东西。就是你要投掷物，才能逼它撞墙。那撞墙之后，就是它会倒地，倒地你就可以这样输出它。啊！你要睡觉要讲啊！你要睡觉要讲啊！我要睡觉。我来砸你了！砸醒了，砸醒了。欸，也不用砸欸，其实玩家去打他就好啦。傻眼！我在干嘛？我们有朋友啊，同毛大鸡。我中毒了。没关系，你吸得回来。是吸得回来了，我长枪是吸得回来的。对啊，不用怕。有扩散。什么扩散？不是扩散。那为什么我被炸毁了？那个啦，奇灭族的啦。哎呦，爆弹吧，奇灭族爆弹。嗯。他又倒啦。打脸真开心。对，怎么都没有。要掉落物的话，叫酱油帮忙打。嗯，就是你飞上去，飞上去再扣一次，你会帮忙打掉落物下来。都哪里？任何地方都可以。嗯，你说我刚刚的飞翔爪？对，你對因为你的那个轻武器就是第一次用的话，它。你有看到我刚刚冲出去撞下去，就这个，是飞翔爪的那个用处。如果你一个人打的话啦，如果像如果跟我们玩的话，我会帮你，就是你只要睡着了，救！好，打啦，打啦，打啦！我用打的，不用打的。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，飞出去了。就因为。就我现在那边跟我玩的，我都是帮忙撞墙，然后帮忙就是控辅这种这个位置，辅助职业。对啊，明明锤子也是高暴力，有没有？我可以输出又可以补，很猛欸。我要刺激一下。刺激一下，我教你哦、喔。你现在射出去，只要看到数字周四个角角有那个小三角形，那个就是打到你软化部位。你现在射应该有发现，有些数字是那个框框有，有个框框对不对？晚安，我在飞。没有框吗？你先射它，你射它会发现有些位置射下去会有那个框框，数字的四个角会有个箭头。你射射看啊！你没射来了？有射吗？还没有。你没射啊！你不用勾，你不用勾，你不用勾。你射什么啦？你勾上来。
好，你现在可以射。欸、你不是叫我勾上去吗？没有啦，我叫你射，我叫你射。先射普攻，对，普攻，你有看到你普攻有些数字周围有框框，那个东西叫软化，软化后的数字。因为有些。有些它皮比较厚，你只能靠软化，你的伤害才会起来。人哪？好，我等你。你好了吗？啊？等我什么？你不说等你一下？我说我等了。哦哦哦，所以你就是要靠你的飞翔爪，像弓箭跟哈基的双刀，都要软化两次。所以你们第一下软化之后会掉石头。这个意思，了解。其实飞翔爪很好玩啊，而且也可以救人。那你要让它撞墙，就是要让魔物的眼睛是黄色的状态，或是你可以让它睡着，睡着之后一定可以再让它那个撞墙一次。所以杰克可以打棉弹。如果你那把可以开始打棉的话，你就也装带个棉在身上，应该是可以。但是没有，我说之后，如果我们之后跟之后再打团的话，然后我都会开始配这个。